找妈妈要钱。妈，给我200块钱当生活费。嗯，你要100块钱做什么？平时都只用50，妈手里只有20，给你10块。找爸爸要钱。爸，给我200块钱，明天交书本费。啊？你要400块钱交书本费？平时不都800吗？老婆，拿1000块钱啥还交书本费？啥都能省，就学习不能省。给你5块。各地人的坐骑。哎，听说你们四川是不是人均1条熊猫啊？是啊，年满18岁，考着熊猫驾照就可以去熊猫基地领了，入伍任选。哇，好羡慕啊！不像我们那儿只有少共享僵尸，运气不好还少一只比臭豆腐还臭的。哇，你们那有点辛苦啊。你们那算啥？嗯，我们那3岁就要骑黄冈命卷，一直骑到18岁，你都不知道有多苦。都不容易啊。你们那儿都骑啥？一会儿骰子摇到几就放几个好经验的劲儿。一颗有啥意思啊？要玩就玩3颗。3颗？这视频拍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一颗就一颗嘛。我这颗。哎，不用摇了，我直接加。我操，不行！咋的了？姜放多了，太腻了，加点蔬菜。勉勉强强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变个模式，助个兴。现在我用这块布把这个鸡腿遮住，你看我的2只手都在这里，绝对没有用手碰到它。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啊！我的天哪！别急，马给你变回来。嗯。哦，哈！哦，失败了。没事没事，已经成功一半，很厉害了。哎呦，我回去再练练吧。他怎么不穿鞋啊？没料中了，没料中了。爽！请老丈人吃大餐。老丈人，来喝酒。车买了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房总该有吧？嗯，也没有。你在吃啊？我没胃口，我女儿也不喜欢你。嗯，难道是我菜不好？请老丈人喝粥。老丈人来，今天中午吃个稀饭。哦，稀饭好，稀饭好。没个咸菜吗？哎呀，那玩意儿不健康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女婿，你讲的有道理啊。为什么老丈人喜欢吃差的？嗯，等一下啊，我给你跳个芭蕾舞，助个兴。好。啥？没事吧？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掉出来了。来，你的字还给你。啊，我不要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鸡翅配粑粑粥真好吃。晚上把我作业给写了，请你吃雪糕。哦，好好好，字给我写漂亮点哈，想吃啥随便选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哎，这个我没吃过。嗯，听说现在雪糕刺客，你不怕？我拿都拿了，放回去老板以为我买不起。再说了，我带了100块钱，8种雪糕刺客，你也吃这个？你别笑。嗯，老板多少钱？2个320。啊！妈，快来超市救我！我被雪糕偷袭了。